靚絕五台山，係靚就靚啦，做乜要絕啫？講靚我就真係唔算靚，我覺得關之琳啊，李嘉欣嗰啲就好靚啦。又講下大時代先，最近真係好熱鬧，大家都不斷喺度談論緊呢一套二十三年前嘅作品。其實仲有冇印象先？想問下林志英。有，我最記得拍完，我以為做嗰個角色，尤其是做學生妹嗰段，我以為好容易做，點知道拍到嗰陣睇翻個，好彩我又睇 playback。又睇人哋啊，響嗰場外景睇翻Eddie 定乜嘢，睇到哇，原來好唔掂，嗰個可能髮型啊，加埋燈光啊，自己嘅表演啊，輕視咗，以為得，點知睇翻出嚟好啊，過唔到自己個關。佢阿韋家輝監製俾我再重拍嗰一場戲。二十三年前的经典剧集《大时代》再度引起全城热话，靓绝五台山的林建英近况又如何？咪令中门咯，同埋有一个讲国语的，佢每个月借钱俾我咯。密切留意下星期一102官星总部林建英独家专访。